国乐一号文化传媒，必须是这样练的。你刚开始你肯定难受，对，但是还是要这个膝盖还是要送回去，送回支撑在后边脚。是研究中国古典音乐与理学，他逐渐探索出新雅乐的发展脉象与文化精髓，即将中国传统文化用诗、礼、乐、舞的形式呈现出来，再现五千年礼乐文化，重振我中华之精神。Symbolizes life, longevity, and prosperity.乐主创人员平均年龄为35岁，他们是一群来自内地、台湾、香港两岸三地的爱国艺术家，他们具有赤子之心、家国情怀，他们团结奋进、洗尽铅华，有着较深厚的学术背景、丰富的艺术实践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，他们对民族文化复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并不断孜孜以求地以振兴中华礼乐文化、弘扬中华核心价值观为己任。